我是小白。你知道我现在人在哪边吗？就是桃园华泰名品城。华泰名品城全区开幕哦，拥有60个在台的独家奥类品牌，除了大家熟悉的国际一线精品之外，还提供了亲子、餐饮等更多元化的购物需求。那我今天还有一个任务，就是要用5万元的购物金挑出最高 CP 值的时尚单品。那我现在就带大家一起去逛逛吧，走。我今天第一个要推荐的就是这个 Cancel 的小包包，你看它上面有很可爱的眼睛 logo。 这个小包呢，它可以手拿又可以肩背，而且它的颜色是浅浅的水蓝色，很可爱耶。还有今年非常流行的草边鞋，你看是不是非常可爱，而且它是绑带的设计。天哪，我刚刚一进来就马上看到这个 Selena Gomez 跟 Puma 的联名，你看它背后一个很大的图腾，是一只灰色的豹。刚刚还有看了一下这件 T 恤，虽然很简单，但其实上面有电绣的 Puma 的字样，而且它是聚酯纤维的材质，所以它吸湿又排汗。这个窄裙，不觉得它的款式完全不像运动吗？而且它旁边有扣子，所以你可以用开叉的感觉。这三件我已经打算好要配成一套。我现在还看到一个超级可爱的芝麻街联名款，你看它做了很多不同的材质拼接，然后颜色也超级缤纷，然后重点是这边还有一个芝麻街的头像，超级可爱。那另外一双是 Cookie Monster， 你看它这边还有它的饼干，然后这边有它的图案。我觉得这两双我等一下会选一双出来。除了超豪买以外，这边还有很多的餐厅，新开幕的和田寿司、秋风轩涮涮锅一定不能错过哦。逛累了就找一家餐厅进来休息吃个饭吧。我们现在已经逛到设计师的品牌 Jay and Nina。 那我刚刚在店里面选了几款我自己蛮喜欢的风格，第一套呢就是这个，它是很简单的白色衬衫，但在这边有做一个小花的图案，再搭配今年很流行的宽裤。我现在已经换好另外一套了，你们看是不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？我觉得非常的浪漫，然后像因为它上面都是这种图腾的样式，我觉得在春夏非常流行这种款式。然后重点是它的原价快要20000，打完3折之后居然只要5900，哎，是不是真的超欠买、超便宜的？我们最后一间来到了 Chelsea and Case， 然后我一进来之后就看到这一面墨镜墙。刚刚又选好了3双鞋子，这3双跟我刚刚买的又不太一样哦。像是这一双基本的白色高跟鞋，这种款式就是基本款啊，每一年都会一直流行的东西，我觉得就是它了。第二双我会选择这种编织的鞋子，看起来非常的夏天，而且它有这种金色亮面的颜色，我觉得像是穿洋装啊都非常的适合。买了那么多高跟鞋，一定要来一双平底鞋啊！我选择了这一种，它在后跟上有做一点点网状的设计，穿起来就会比较特别一点，不会很单调。Chelsea and Case 除了鞋子很有名以外，当然还有它的包包啊！我一个不小心又买了2个，今年非常流行这种小包，它是方形的盒子，然后是硬壳的哦。那还有另外一个，当然就是基本款的后背包啦。像我今天穿这样比较简单一点，我就是觉得可以配一个比较跳一点的颜色的后背包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。华泰名品城真的是太大太好逛了，我今天的购物金50000元只剩下一点点，但我居然买了17样的时尚单品哎，你说是不是真的非常的超值？如果你也想要享受购物的乐趣的话，一定要来华泰名品城哦。我现在要去吃饭了，拜拜。